拜拜。啊，拜拜。醒醒。喂，大佬，你唔好吓我啊。喂。哦，我又把小白的被子洗了，依然和上次一样，没有通知他，就为了报复他让我叫爸爸。我以为又能看到臭脸，结果他抱着他的小鸭子呼呼大睡。好吧，既然洗被子不行，那就……这就是你们喜欢的那只臭脸小猫？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香？怎么办？好想吸！打没啊，不要这样，放过孩子吧。难道你不想看能不能把舌头拉出来？不行哦，这样都不行，不要吓我啊。小白，啊，宝贝，醒醒，宝贝醒醒。喂，大佬，你唔好吓我啊！喂，醒啊！还好活着。那这样醒了，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？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臭脸小猫咪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一件春联送给你。哎，你什么鬼表情？啊，不好听吗？回来搬走。小白会离家出走吗？以及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拜拜。